哎，可不可以老先啊？等下提啊！啊，我来吧，走，你来装下，装下来，快点！不用这么麻烦了，还耽误你，耽误你，不用。让开！在这里挡路是吧？啊，不行，干嘛？干嘛？你眼睛看不到，耳朵也听得到啊？啊？ 是不是聋子？是不是瞎子？把我的车怎么推到那边去干嘛？我连你还要拖到那边去的？那你什么意思嘛？什么意思？你在这好搞不挡到。你就算是风搞，他也听得到啊。你怎么这样说人呢？啊，我等我两秒不行吗？什么两秒？我等了半个小时了，还两秒？哪有？我从村搞一直按喇叭按到这里，你听不到吗？啊， 你这无理取闹！我跟你说，赶紧滚开，滚开，滚开，滚开！哎，有你这种人，哎呀，手烂了是吧？滚开！滚！不滚！哎哎哎！你怎么打人呢？怎么打人？饭桶怎么回事啊？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怎么打我们村的人呢？关你什么事？你是从哪里来的？ 我从哪里来？关你什么事？我就耽误他几秒钟而已，他就把我的车推到这边来了。几秒钟？你知道我这几秒钟能赚多少钱吗？一秒都赚几好几万了。我管你是从哪里来，反正你不能欺负我们村的人。饭桶那么个小啊，万一把他打伤怎么办？他全家人就靠他一个主力了。现在这不是我欺负他，而是他在这里耍无赖。我刚才亲眼看到你打他了。 还说他在这里躺在这里想熬钱，我为什么不能打？不，哎呦，你不用狡辩了，我们村的饭桶他是什么样的，我是最清楚。赶紧滚开了！哎，不能动他！怎么不能动？我跟你说，我看见了我就管定这件事了。你再动了，我对你不客气，我跟你说。你是什么？你是老几？我是这条村的人，怎么了？这条村又怎么样？欺负女人了是吧？ 我什么样我都欺负，哎，饭桶你是什么东西吗？啊，我们跟他拼了！你既然都对我们这种村姑，来呀，两个我也不怕。哎，抓到那边去，高俊！哎，不要打！别打了！打！看你还嚣不嚣张？把我车举起来，车推起来，过！ 过来，把人家的东西拉起来。哎呀，你把我的衣服都搞脏了！搞脏我的衣服才是真的。我这个等一下要穿去喝喜酒的。我管你说什么？今天你不对了，你必须要向饭桶赔礼。我赔个屁呀！赔！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女朋友啊是你们这条村的，非常有实力的，我马上就来出来。哇，你看一下，等一下我女朋友怎么对付你们。 我们村没有这么嚣张的人，开个破宝马有什么了不起？嘿，亲爱的，没事吧？哎呀，刚才啊，进到你们村搞这里啊，被一个人在这里躺在这里挡住我，然后我叫他让开，他还把我们毒打一顿呢，现在都全身都疼啊！哎呦，你赶紧出来啊！你不是说？ 你们村很有实力的吗？叫多一点人出来啊！那你什么意思？叫人出来打仗啊？还斗打一盘？马上就来了，什么斗打一盘？你不要乱说吧！看你那么有钱，一点素质都没有。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发生大哥，哎，淑华，小莲，这谁啊？你是我男朋友啊？怎么啦？这种男朋友啊？ 发生什么事了？哎呀，这种人哪是耍无赖，想讹一点钱呢？是这样子的吗，大哥？我什么人品你不知道吗，老妹？什么耍无赖呀？讹钱我大把的钱，没必要要对我毒下毒手啊，是不是？哎，哎呀，以为有几个臭钱就诬陷我们？我大哥是什么人我不知道吗？啊？是你大哥？是啊，刚才我都说了，这个是我大哥，你还是听不到吗？小梁啊，误会。他欺负你大哥了，我刚才路过的时候就看到他打你大哥了。这个柴怎么倒到那边去了？就是我在这里装柴。
耽误他一两秒，误会了，大舅哥，误会了。这人怎么可以这样？我叫我大哥装一点柴回去煮饭呢，给你吃了。没想到你把这个柴给倒那边去了。哪里知道是？他不配吃我们家的饭。哎呀，滚呐、啊！既然是一家人呐、啊，就不要想那么多了。这种人真的不要脸了、啊，谁跟他一家人呢、啊？现在理论是看清你人品，之前我老是教过你、哎，让你不要这样子嘛。谁知道你进到村头、啊、就来把这个柴倒到一边去了，你让我怎么说你才好？是你大哥有错在先呢、啊。我大哥什么人，我是最清楚的。我跟你说，我老哥是最老实的人，他不会无缘无故去碰人家瓷的。一家人就算了吗？谁跟你一家人呢、啊？现在开始我跟你不是一家人，跟你分手、哦。我跟你说，分得好，小梁，我跟你说，马上把这个柴拉起来。我拉个屁呀、啊！这个男朋友不值得你交了、啊，我跟你说。人品太差了，把这个柴拉起来，要不然你就出不了这条村。跟你讲。你怎么连你也欺负我啊？我欺负你，刚刚你欺负我哥，你怎么没说是一家人呢、啊？啊？哎呀，真的是你这种人呐、啊！既然是这种人，我真的是瞎了眼了才看上你这种人的。跟他分手吧，早就跟他分手，不是他女朋友了。以为你有几个臭钱了不起呀、啊？小梁啊，他现在还没娶你过门，他都这么嚣张了。如果到时候你嫁给他了。肯定会毒打你的，这种人，你家暴人呐、啊，真的是社会的败类、啊。哎呀，这又糟了，好了，跟你说，赶紧，有几个车，这不是捡起来了吗？本来都是在这里的。跟你说啊，以后不要让我看到呢，看到你是、哎、等你打的好，这种人活该挨打。赶紧给我滚啊！再不滚了，要等一下我叫人把你围住了吧，再打你一顿了吧。不要嘛，给我一次机会啊！没有机会了，刚刚你把我哥柴推倒，你怎么不说给一次机会啊？啊！不要我哟、啊，你这种人呐、啊，你这种村姑啊，嫁给我啊，还是当豪门呐、啊？哎呀，我都不想嫁给你呀、啊！嫁给你这种人真的是对我不美呐！人品不行，还想用我爸嫁给你？赶紧走啦！我们村这边不欢迎你，我们这里不欢迎，从此以后不要再踏进这条村，你不欢迎。什么了不起，一帮穷鬼。哎呀，你还在那里说这些、啊？有几个臭钱什么了不起？老妹啊，以后看男朋友看好一点啊，你看看有钱有什么用？人品不行，什么都没用的。对呀、啊，小梁啊，那以后我要擦进入眼睛看的。现在不是说钱不钱，最主要人品好就行了。哎呀，到时候我叫隔壁村的那个饭桶帮你介绍。行，先拿这个柴火。我回去了啊。